谢谢乐云舞集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。我们可以看到王申茂议员本人也莅临会场了，我们是不是请王议员跟大家挥手致敬？谢谢议员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拉脱维亚的李果民俗舞团，他们在1945年的春天成立，团名呢李果是借用了拉脱维亚传统的仲夏节庆祝活动的名字。那多年来透过传统舞蹈致力推广与密切的文化领域，包含拉脱维亚民间的音乐遗产跟民间的服装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由拉脱维亚李果民俗舞团带来的精彩演出。